早上的4:50。哦，好，我们现在要前往东石的路上。啊，玩逃街做手机啊，准备出发了，出发了。时间不多了，我们今天可以钓的时间不多了。我们预计在10:30上岸了、啊，然后今天嘛是逃街上棚出体验。哦，炸冷地方啊，要来好乖学妹啊，来好试钓看麦啊。希望你今仔日嘛钓了袂歹啦，会当看到，会当钓到目标鱼。收起啊！看，啊，你买好啊你？没啊。你炸几斤啊？我买400，我挂单的。好好好。哪买的啊？无。买哪边洗啊？啊，经理啊，手啦，三米。都差啊。
电池早无出啦，会当录的时段无偌济啊，所以我袂加讲啊，先安尼加油，我要继续加油啊。好水哦，水水水水水，袂歹啊，下班来啊，下车才是重点啦。哦，头家钓鱼啊，
烦啊哦。啊，磨，磨还快哦。你哥啊，不会卖假相思噶哦？哦，行啊。内底有行啊哦，等下机尾要加条哦。你万一用机尾塞着呢？哎呀！有行啊！熟了，上晒上晒，我先弄给弟弟试一下，老婆进来。我老婆手有没有很香？我要吃，很香哦。不要用手，今仔四点，四点就出门啊。然后到东少钓鱼网，差不多五点二十，五点二十来物件看看的，差不多到出去的时六点，六点，即卖，迄时出去才发现讲啊死啊，我录音机的电池无插着。来迄个开始的时阵就拢无落啊，我就等差不多下加的时阵，差不多下加的时阵我才开始落。啊，不过相对的啦，中间的过程还是有小雨啦，嘛是搁有一挂加工啦，啊，迄阵我就拢无落啊，啊，就物件底下都无扎住，你内底电池拢下咧，拢透早出来的时阵拢下到厝里，啊，无扎住。然后当少今仔日的加工就是。会加滴科老最轻，迄阵才会加。啊，我无多等较久啦，差不多伫换课的时阵，换课一分两分，就加减有加空啊。但是尾后流水阁煞强，迄阵我就无多阁继续伫遐等，我就要紧来赶转来上班开店啊。最近哦。当这水坝的时阵，有无？坝水的时阵啊，拢会水落啦，因为有风影啊，就会加沙有无？加沙水落，无好钓。哦，所以我会建议钓友，若要去的时阵，有无？会当钓靠啊，啊，时间看好，流水看好，啊，去当这钓看卖啊，靠这下只。我今仔钓伫当这的新港出去尔，我无去到八卦沟迄边遐。然后要过，当过啊钓看卖，因为钓友有钓友嘛，过八卦沟迄边遐嘛是钓了袂歹。好了啦，今天的钓游就这么短，都这么短，因为录影机的那个电池没有带出去了。哦，以上，那大家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把小弟啊起一下赞一下，哦，啊个麻烦给我订阅一下，感谢，拜托，哦，啊小弟啊订阅一下，我们下次见。弟兄，拜拜。